论是面对聚光灯还是习题册，你告诉我都要全面服务。舞台、片场、演播厅，您说不同身份切换，尝心就好。从13岁到17岁，您总在我身后，说努力总会发光。别总忙着为他人付出，您也要照顾好自己。2018，美美的，好好过年。